愿一个人的滋味，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，能够有很长很长的时间，一个一个流成热泪。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？寂寞是因为是眼神。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？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。你知不知道忘记一个人的滋味，就像欣赏一座残酷的美，能够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告诉自己坚强面对。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？寂寞是因为是眼神。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？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。坚强面对。